古城距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，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辽城。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旧广武古城呈长方形，南北长508米，东西长340米，总面积17万平方米，城高7.35米，整个城墙共设马面城墩21座，其大小尺度不一，雄伟稳健。开东西南三门，均建有瓮城位置，北门与雁门关明长城，唇齿相依，衣冠傍塞，地处要冲，是扼守关内勾住之咽喉，数干年来均为兵家必争之地。这里汉诸匈奴，唐御突厥，宋抗齐州，明基瓦茨，历经大小战斗4700余次，是长城板块、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重要的碰撞融合区。